就可以排一下了啊。哎，看我们的桥。有在瞧，但是不是我们在瞧啊。不管怎么样呢，粉专给他按下去就知道你们的最新发展，最新讯息都在粉专里面。好，接下来这个九一一呢，继续用你们这个热力的饶舌跟你们独树一格的音乐来震撼整个永和区，好不好？好，就来冷带瓜哦。但是接下来我们要饶舌哦。对，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歌，其他算比较悲伤一点的歌。对，什么样的人在听呢？适合下雨天的时候听的。下雨天的时候听的，淡淡的哀伤，哀伤的。对，然后洋葱跟春风的歌。对，但是也找了一个，就是洋葱的一个亲戚，是那个亲戚，亲戚，那个亲戚跟家人啊，家人啊，家人，那个家人跟他长得很像，那个就是洋葱的爸爸，葱爸。然后这首歌叫做《你不爱我》。